我是雨林，欢迎来到财经懒人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聊存股族最关心的 ETF 配息。时间到了十一月，就是 ETF 配息最热闹的时候。那我身边呢，就有一些朋友陆续领到了股息之后，就很感慨。而且不止我朋友哦 ，PTT 的网友也热烈讨论。我们看一下，对，就是因为当初很多人冲着主打高配息买了这一档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，可是它第一次配息呢，只配了0.05元诶，等于说一张你只拿到50元股息，50元，我刚刚早餐一餐都吃完了，所以当然就会很失望啊。那现在主打高股息的这些 ETF 都不高股息了，到底存股族要怎么办？应该要怎么选？继续买这些 ETF 吗？还是选择现在普遍贴息的金融股，因为它的本益比较低？这也是陷入两难，到底要怎么样抉择？然后现在00878这一档，它的股价也是一直跌，跌不停，到底现在还值得长期持有吗？我们今天赶快进入主题。观察数据，台股的原型 ETF 人气前五名，除了国民 ETF 00500056，还有热门的00850、00878，还有00692，这些都是与 ESG 概念相关。其中呢，00506还有00878更是以高股息为诉求。那我们直接摊开绩效比较，我们从医用今年合计配息与录影前一天11月10号的收盘价计算。首次配息的00878开出0.05元的配息，也让它2020年预估的年化殖利率来到1.2%。同样是第一次配息，00850年配0.9元。相比之下，00850的配息数字不只获得了很多投资人的掌声，殖利率也来到了3.38%。而且00850算出来的殖利率3.38%，非常的接近它的兄弟股。大盘 ETF 00500，它是3.59%，高股息00506殖利率5.69%最高，00692也有2.94%。简单来说呢，绩效表现，如果我们从年化殖利率的角度来看，00056最高，它有超过5%。那如果从配息的频率来看，一年配四次的00878，它最适合喜欢多配息，然后喜欢现金流的投资人。那如果从管理费用率来看呢，最高的是00500，真是有一点可惜。那如果你喜欢绩效表现贴近大盘的投资人呢，你也可以考虑00850这一支，因为它很类似优化版的00500，它的成分股就更多。同样是 ESG 概念股，也是第一次配息，00850年配0.9元，可是00878这一档虽然是季配，它只配了0.05元，为什么这两档的差距会这么多呢？其实因为00878这一档在七月中成立的时候呢，它的成分股很多已经除息了，所以说它的领息是不完整的，加上它的受益人数突然间的飙升，一度超越00850，到现在呢已经超过16万人了，所以它的配息就被它的规模稀释掉了，等等因素造成它跟大家预期的高配息有明显的落差，只能说我觉得它也是运气不太好。再来比较00878跟00506，这两档都是高股息。00878它不止股息输了00506，它的股价还一直跌，跌不停哎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摊开它的持股，30档当中，其实有12档是跟00506是一样的，可是拖累00878表现落后00506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持有了电信三雄、金融股，还有传产类股等等，这些近来也跌不少的股票。不过也蛮有趣的，我发现这些拖累它的股票，刚好都是存股族的最爱。所以想要存股，00878到底值不值得续报？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一点时间，可能要等他待满一年后再来观察他的配息状况，还有一些实际的表现。我发现呢 ，ETF 现在的股价呢是来到相对高档的位置。反观市场上最热门的存股标的金融股，它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还有地利环境，现在呢股价是持续下探，所以呢普遍清一色都是贴息的。不过这样子呢，也让它出现了一些甜蜜价格，也拉升了殖利率表现。大部分的金融股呢，现在殖利率都站上了4%，开发金来到6.34%，永丰金、国票金、兆丰金的殖利率则超过5%。究竟现在是不是存金融股的好时机？又有哪几档可以买？实际访问了分析师吕汉威，还有理财专家卢彦丽、尤廷浩，整理出来。
有专家就认为呢，现在台股行情好，所以金融股的基期比较低，所以金融股反而比 ETF 更适合存股。可是要怎么样挑呢？因为存股是长期的事，所以还是要看能不能稳健的配息，能不能填息等等因素。先把过去五年殖利率超过 4% 的金融股挑出来，再看股价净值比小于1的再挑出来。当然还是要跟过去五年自己的平均股价净值比较低才算便宜。所以呢，就得到了开发金、富邦金、国泰金是现阶段可以考虑的标的。有专家认为呢，只要明年景气回复，金融股最差的就是现在今年，所以说趁现在逢低布局。不过呢，有专家抱持了相反的意见，他认为说，如果你只有一笔预算，还是选0050，年化报酬率呢落在5%左右，跟着大盘的绩效表现走也比较稳当。当然啦， ETF 现在你也可以选择波段的除权息操作，也就是呢，在它的除息后但还没有填息之前买进，来赚这一段价差。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投资还是要张大眼睛，要小心风险哦。那今天 ETF 存股就跟大家聊到这边，如果大家有一些秘诀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，记得要帮我开启小铃铛，按赞订阅。那我是鱼琳，我们下次见。